宋明他现在几岁啊？啊？现在几岁？跟你一样。他三十好酷，真的好酷哦！没有，那个好大，好酷，不好意思。全勤啊？全勤那天几个月？他是天分的、啊，他踢的也不错，然后也会前进，踢的不错。看吧，他踢的不错啊，我跟他踢过。他是那种蛮稳定的，对吧、啊？没有，就是断断续续啊，因为天分，因为天分太好，随便拿到拿冠军，然后就断断续续。